啲 puppy love 係點樣分手嘅？喊到你死我活，話俾自己聽，你都唔係咁特別啫，即係我都身經百戰咁啦，冇理由再滾到我啫。哥其實同我之前認識嘅所有男仔都唔同，爹哋媽咪冇催過我結婚。總之你最緊要開心，結咗婚就唔同噶啦。Home sweet home， 我係朱茵，鄭丹瑞，朱茵，真的愛你。星期六晚10点，一百台 Now 香港台。